这个杀手不太冷。豆瓣九四，好人不一定都是好人，坏人也不一定都是坏人。阿甘正传，豆瓣九四，虽然在别人眼里他是傻子，但他却做了在别人眼里了不起的事，就如同成功充满必然与偶然。美丽人生，豆瓣九五，就算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，就算了无希望，死亡近在眼前，他依然深爱着并用生命与智慧保护妻儿，最后惨死，但却留给了儿子一个美好的童年。肖申克的救赎，豆瓣九六，其实也在想，当你一直熟悉一个生活后，突然变换了另一个自由的生活，也许会怀念从前。霸王别姬，豆瓣九六，至今都无法超越，是这个榜单唯一上榜的华语电影，也是成为豆瓣前十的唯一一部华语电影。